最近你还好吗？我给你寄了很多信，你收到了吗？最近天气转凉了，你要多加些衣裳，可不要受凉了。我想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，我很快就能回到你身边了。静文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知道你是否还好？为什么你一直不给我回信？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我给你寄过很多信。我没有收到。我等了你很久。我以为你已经……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。